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空前惨烈的第二年，趁德国在欧洲战场分身乏术，日本加紧了在中国的扩张。在此前后，自二次革命失败，孙中山等被迫流亡海外，资产阶级革命派无力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。 日本公使日直义送来最后通牒，限司48小时内答复。最后通牒怎么说？如不在限定时间内接受21条，日本必将采取必要之手段。他想怎么着？日直义说，日本将以东北模式接管山东。日本人亡我之心。 不死吗？下午军部报告说，日本的海军编队又驶往我东南沿海之迹象。怎么着？他还想来场大陆大战吗？不要搞错了，我是袁世凯，不是李鸿章。日本国内早有舆论，主张日本尽快介入我国长江流域活动。 你们外交部有什么对策？外交部唯大总统命是从。滑头，那就接受日本人的条件吧。这下孙中山、黄兴他们又要闹事儿了。这些人都跑外面去了，成不了大局。哦，对了，任天啊，你跟日本人说，字可以签。 但第5部分那几条不能同意，这个是底线。我给他脸，他也得给我留个台阶儿。谨遵大总统虚实。几号是日本人的最后期限？9号，那就等到9号晚上再通告日本人。哎，看号外，看号外，今天的号外叫万里红红，原是财，把府上的家业卖卖，这个卖家子儿卖卖卖。 交纳村部百十起来，蒙国人百姓不答应，气都不敢去做来。看这位婶儿，气得多折手中拐。1915年5月9日，袁世凯下令同意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。根据这个条约，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。 日本在中国南满和蒙古东部享有特殊权利，日本获得在中国多条铁路建筑权等等。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，全国各大城市如北京、广州、
青岛等地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，上海码头工人举行罢工，宣布抵制日货，汉口、镇江、汉阳、长沙、福州等地的工人相继举行各种抗议活动，拒不承认二十一条，嗜血夺权，表现出坚定的反帝立场和强烈的爱国热情。流亡海外的孙中山、黄兴等人呼吁革命者。 回国导员，你们快来看，国内最新的消息！无耻之极，丧心病狂！我们斗争了这么久，这个道德确实如此艰苦，难道我们真的无路可走了吗？哎，此等大事不是你我能左右得了吗？你们别着急，先把饭吃了。国难当头，没心思吃饭。市长与国共患难。 这你怎么还吃得下饭？不吃饭也不行啊！同学们，同胞们，天发杀机，战云四飞，倭族趁机逼我下雨，留日学子极深抑郁，回望神州，仰天悲愤。既然已经到了。 国亡人死之际，便再无投鼠忌器之顾虑。我们应该有破釜沉舟之决心。窃国大道袁世凯恢复帝制，想要当皇帝，中华民国危在旦夕了。卖国贼袁世凯已经签订了二十一条，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了。同胞们，共和就要腐了。 青岛就要丢了，同胞们，你们说怎么办？回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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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国
没有一点爱国之心？是不是报复？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就凭你们这样能救国吗？都是因为你们这些麻木之人，中国才会沦到如此田地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因为我们，这个罪名，我们可真担不起啊。若不是那些愚蠢的革命党，非要照搬什么美利坚的共和制度，中国早就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，万不会演变成今天这不伦不类的局面。如今袁世凯力图实行君主立宪，才是真正回归了正轨，这才是中国的救亡之策、富强之本。胡说八道，荒谬至极，荒谬至极！民主共和的思想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。你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？对，没错，没错。究竟是我等开历史倒车，还是你们这些革命党不顾中国国情一意孤行？同学们，同胞们，康有为先生早就说过，革命非一国之善事。法国革命，大乱八十年，流血数百万。再者，中国民智未开呀，如此情况下，强行推行共和制度，必将如那水上浮萍，无处生根。张丰德，你刚才所说的话实乃荒谬。康有为的话，很多革命先烈早已经驳斥了。革命固然会流血，但是我想请问你，君主立宪便不会流血了。就是英、澳、德、意，哪一个国家不是经历了多少次的变革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才获得了社会真正的进步。另外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们这个国家民智未开呀，实乃大谬。辛亥革命以来，整个民众的思想早已经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从海内外齐声导员这个现象来看，便是铁证。越是在民族危亡之时，就越应该唤起民众的觉悟，振作民族精神。而且如果要把共和的思想灌输给民众，则必须推翻封建的思想。张丰德，逆历史潮流者。
必被时代洪流所淹没。我们为了爱国，必须要救国。当然，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，更必须要救国。党员，走啊！说得好，巡盐先生。巡盐先生，同学们好。首长的话有理有据，发自肺腑，慷慨激昂，直指人心，太好了。中府啊，你觉得呢？中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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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如你所言，是个见识极高的青年。怎么在这儿吃上了？正好路过，看见他们吵吵闹闹的，谁都不吃饭。任何时候都不能浪费粮食，浪费粮食是可耻的。什么时候让你们来这儿？哎，你是陈独秀吗？我是。对。啊，真的是。我是陈独秀。他是，大家请安静，请安静。既然仲甫先生在这儿，我们想请问您，您觉得该如何救这个中国？我倒觉得，这样的国无可救药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是说什么？你怎么来这么说？陈独秀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简直是无耻！无耻！呸！干什么你？过分了啊！仲甫先生，您刚才所说的真是内心所想？那当然是。不过我是想说，你们看到了吧，同学们，你们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革命党，大革命家。知道他说过什么话吗？他说亡国无所惜，还说什么亡国为奴，何事可怖，臣民之国，爱之也何居。这才是真正的卖国贼，大汉奸！大家听我说两句，都过来，来。不像陈独秀啊，就是跟我想象当中的有点不太一样。你想象应该是什么样？您没事吧？真抱歉，遇着这种情况。没关系，这种场面我见多了。您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我看了，但是有诸多的疑虑和不解，我想跟您请教一下，行吗？我知道你李大钊是河北人，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，认死理儿。但是现在中国就缺认死理儿的真汉子。问，您说爱国要有立场，不能打着爱国的旗号甘愿去当袁世凯的顺民。那按您的意思来说，只要是袁世凯当政，大家就不要爱国了？认死理儿的汉子，你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爱国要有立场，不能把爱国跟效忠袁世凯混同起来，打着爱国的旗号来掩饰袁世凯的窃国行为，这跟你刚刚的言论不是相符的吗？那袁世凯口口声声说他就代表国家，他是在混淆概念。如果爱国
没有立场，那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来打倒袁世凯。深以为然。我认为当今的第一要务是启发民众真正的爱国心。眼下中国正在被西方列强所瓜分，如果大家都不爱国的话，那这个国家就完了。首长，我问你，西方列强瓜分中国靠的是什么？船坚炮利啊。非，你说的那是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，现在列强瓜分中国靠的是借债。中国政府每年向西方各国借的外债占国库收入的一半以上，一个没有生产力的国家只能靠以国税铁路为抵押借债来维持政权，这样的国家有什么指望？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要动员推翻这个腐朽的统治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。非也，靠政治革命可以救中国，中国的问题积重难返，靠换人换政府能解决吗？那照您这么说，我们中国岂不是没有出路了？有，但出路不是老路。只有找到一条新路，中国才不会亡。何为路？政权更迭，推翻一个旧王朝，建立一个新王朝，循环往复，这是老路。那何为新路呢？不知道。我正在找。首长，我欣赏你的见识和才华，你愿意跟我一起找吗？为中国寻找一条救国之路，那是我李大钊毕生所求，我愿意。好，周福。哎呀，你们俩都跑到这儿来了呀，让我们这趟好找啊。传票，传票拿到了，明天我们就能回国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回去了。钟福啊，赶在回去之前可算把首长给见了。哎，也不枉你白担了一回卖国贼的罪名啊。不枉，不枉。见过吗？是啊，他今天可是专门来见你。自打他在甲营上看了你发表的文章之后，就一直想要见你，不虚此行。收获甚丰，如获至宝。你呀，总是闷在屋子里写文章，还不让我们管，不让我们问，把自己弄得跟个乞丐似的，蓬头垢面的，全身都是虱子，回国不得吓着军办啊？赶紧回去，剪个头，洗个澡，换身衣服。几点了？你还不睡觉啊？那外面有什么可看的？船过山东喽，近乡情怯。船过山东喽，心中有气，想骂人，想骂袁世凯。嗯，我也想骂这个袁大头。哎呀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就敢把青岛给了日本。哎，你说这厮是不是吃错药了？袁世凯没有吃错药，是我们这国家无药可治了。怎么讲？你想啊，从道光年林则徐禁鸦片起，整整75年了，这中间有多少人想了多少辙，也没挽救一个大清王朝。
孙中山从西洋引进了共和制，国人也都以为这是一副可以救国富民的良药，谁曾想啊，这共和在外国灵，到了中国它就不灵了。共和三四年下来，国家反倒不如以前了。既然无药可治，那还是走老路顺当啊。这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想法，白沙。那不是吗？你说现在梁世仪这帮人啊，到处串联，上蹿下跳，就连杨虎公严几道也为虎作伥，下起哄，不可理。杨度、严复，那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而那个梁世仪一伙，则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。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，叫李义廉。李义廉，什么意思？李义廉，无耻啊！无耻之极，无耻之尤。好，好个李义廉！政府。思想真奇呀，先生，惭愧啊，十多年了，我陈独秀先学康梁，后随中山，致力政治革命，东奔西走，九死一生，光日本就去了五次，结果到现在我还是一事无成呢。中国的事情光靠政治革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追根溯源，要换换思路了。你有什么新思想？新思想不敢说，我这次回国打定主意了，20年不谈政治。不谈政治你想干？脱胎换骨，换人，换脑子。不早了，赶快睡觉了啊。杜甫，都几点了啊，你还坐那干嘛呀？这外边黑漆麻糊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睡觉，把灯关了啊。看得见。吾辈学生于国民中尤当负重大之责任，研究精神上之学术者，以识出其优美之文学，高尚之思潮，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。研究物质上之学术者，宜识书其战神之思考，是以精巧之应用，谋我国军事工艺器械之发达，诚以精神具万能之势力，苟克持之以诚意，将有伟大之功能事业。基于良知，一念之威名，则草木学儒，勾践复仇，会有其事。宋乃兄，我说你可真行啊，东西背的可真全，这麻将啊我最爱玩了。我也爱玩。宋乃兄啊，您真是英明神武啊，既然给大伙搞到了2等舱的场票，你说我们在4等舱跟那些穷哈哈在一起，那多没意思啊。怎么啊，这都不算什么，我二叔说了，袁世凯要当了皇帝，他可就是大内总管。各位回国以后帮忙多做点宣传，将来一定不会亏待大家的。没问题呀。西风，我说风仔兄，哥几个可为了袁世凯这出国留学的名额都不要了，怎么着你得跟二叔念叨念叨不是？哎，我说，你们是不是都有这个疑惑呀？那是啊，好。那我就帮你们来解解惑。嗯，我二叔说，只要事儿成了，让咱们都去北大上学，那我们可就前途无量了。太好了，北大呀！我就等你这句了。
哎，政府，人家给你让路，你怎么不理人家呀？你这太不近人情了。此人是谁呀？这是大名鼎鼎的同盟会元老，湘豫联军的第三军军长邹永成将军，你得给人道个歉。我素来对官僚政客不感兴趣。你看你这人。白沙先生好。邹将军好。钟副先生。邹将军可不是一般的官员。民国二年宋教仁被杀，邹将军深感共和国将成为泡影，留绝命诗一首，愤然跳进黄浦江自杀。通红革命十余年，驱逐俘虏卓祖颠，不料猿猴金道初，共和成梦我归天，多么浩气磅礴呀！哪里，在下无能啊。投黄浦江自杀，未遂啊。的确是未遂，幸得渔民救起。若是如此，我倒觉得你是个糊涂人。革命者怎能轻生自杀？我陈独秀此生绝不会做自绝于革命的蠢事。仲福，邹将军，抱歉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仲福，仲福，你太霸道了。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没准哪一天我也会像屈原一样投江自尽的，你到时候也来嘲笑我吗？对不起，白沙，我心情不好，失态了，请原谅。君曼可惜了，年纪轻轻就得了痨病，延年乔年的两个逆子不在家侍母，最近也跑到上海去了。可怜她，既是姨妈又是继母，生病又没钱，一家五六口，我真不知道他们该怎么生活。你呀，这治家的方式也值得商榷。听说你坚持不给延年乔年两兄弟生活费，让他们勤工俭学，自己养活自己，小小年纪哪吃得了这样的苦啊？为什么吃不了这个苦？有钱也不给，况且我没钱。我说了算。哎，怎么又是你这小子啊？是不是想踢他矮鞭子了？给我滚蛋！他腿本来就有伤，东西掉地上疼，我捡起来不就行了吗？惹伤关我屁事，耽误了工期，你负责。那你也不能打人啊！我就打了怎么样？啊，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？就是动手！开始吧！想造反是吧？想造反是吧？你小子挺仗义啊！行。我今天就让你管一次事，老贾的活你来干，你们都别掺和啊！谁出头谁干。来，我干。还有我，做我一个，做我一个。就你俩出头，你俩干。来，别废话了。来，好，别别了，大嫂，快上，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方便，你先上这儿，快点，坐这儿。好。
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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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豆子给我捡干净，条件一比我弄死。慢点，快点。哥，不行了。你给我放下，别伤着腰啊。不是，我裤腰带断了。啊？那这，你腿病了。别动它了。抽腿。把鞋穿上，鞋也不穿了啊！日本の船です。乗船券を持ってなければ必ず購入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。だが誤解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。我々は規則に従い検察を行っておりましたが、あの二人は乗船券を持っ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したがって彼らはチケットを買う必要が。あ、你放过这两个青年，船票我来付。ならば結構でございます。不行，你们几个要向这两个中国年轻人道歉。これは日本の船だり、我々は公務中だ。貴様らに謝る道理はない。いい加減にしろ。打人是执行公务吗？侮辱妇女是执行公务吗？脱女人衣服是执行公务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们日本人滥用职权，肆意辱骂我们中国人，就是对我们中国的侮辱。这里是公海，这是一件足以引起国际纠纷的大事情，你们非要把这件事闹得不可收拾吗？道歉。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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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同胞受欺负，不出手相助，反而在旁边说风凉话，你们还是中国人吗？还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？哟，您知道羞耻，在这儿逞能算什么本事呀？有能耐到欧洲打仗去啊！把八国联军给灭了，就是那才叫本事。你干什么干什么？中国人打中国人，啊？来来来，让外国人好好看看，中国人是怎么欺负中国人的！来来来。别吵，跟我回去啊！
走，都回去，都回去。别生气，别跟他们一般解释啊。刚才一下跪脚，踩着我牌了。什么牌啊？幺七，好像是吧。你这眼神也不行啊，是一点。常玩。哎，怎么牌扔了？红包收入就远没有比你们打麻将重要是吧？这个打麻将有啥关系？你给我牌干嘛？他们旁边还有理呀！啊，国之所以不昌，在于民智未开。哎，打麻将跟国昌不昌、民开不开有什么关系？你跟我麻将干嘛？你还不嫌丢人啊？我们中国人在这自己吵架，让他们儿给看笑话。所有人回船舱去，马上。钟先生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永生将军，我为之前对你的失礼，正式向你道歉。来，你是一条汉子，惭愧。谢谢几位先生。来，这位先生，那个船票钱我们一定会尽快还给您的。不用。啊，大家都是中国人，帮助是应该的。谢谢。钟府先生，您不计昨日之前出手相助，心刚谢谢您。哪来的昨日之嫌呀？您忘了，在早稻田的时候，我吐了您一口。没忘又如何？吐完你，你吐我一口痰，是你的血性。今日我们打这一架是我们的血性，但是仅凭血性，这架要打到什么时候啊？这其中的道理，你懂吗？心刚愿听先生教诲。好，那我们去个船舱里面聊聊吧。永生将军，请走。来，大家，行，这回不怕了掉。你们好，啥？我也要吃。是吗？你吗？哎，年年瞧您。岁月最好难事。怎么了，姊妹？不吃这个了，你妈给你带了包子，刚煮过的，吃包子。那我们不吃。你妈也不是外人，有什么不允许的？吃吧。谢谢姨妈。我给你带了鸡蛋汤。
休息一会儿。给你，来吃包子。姨妈，这也是拿钱买的，看着不好看，吃起来挺香的。嗯，过年呢？哦，他不太舒服，我让您去帮您看着了。年年巧年，姨妈这么多次来劝你们，你们总是犟着不肯跟我回家。现在你们爸爸要回来了，跟姨妈回家吧。我们是不是闺女？我们跟这人没有任何关系。可你们这样在外边打工，实在是太苦了，连口热的都吃不上。跟我回去，好歹能吃上口热的，好吧？姨妈，您就别劝了，我们就是要靠自己，这是我们的原则。子美，哥哥们得去干活了，这回就不陪你玩了，下回来啊。走吧。嗯。姨妈再见。嗯。嗯。等会儿，来，我马上，我要走，马上都拿上。哥哥答应你的，一定做到。